感谢欢迎咱陈义切主席啊！谢，甲咱台湾基金所有干部说着谢，咱所有职工说着谢。以及着咱所有的支持的朋友，伊只先甲恁深深一鞠躬，因为咱台湾基金为路口的宣讲，为十几个人到现主持，咱已经破7000以上啊啦！多谢。我跟你说，2020年之前，1月11日的投票之前，咱台湾人民是幸福，因为咱会使用选票来保护着咱台湾，保护着咱的家园。头拄仔看到香港遐个少年家，迄天我伫台北，甲因街头顶悬的勇武派。记录勇武派的前线记者，因连开记者会，都爱甲因所有的面容包起来，而且因爱变声，才会使开记者会，因为因有可能离开台湾了后，转去到香港，马上就去用清算，所以头拄啊在放香港。诶，这个纪录片的时阵，那个影段 MV 的时阵，我想到的是，咱台湾足幸福，因为咱幸福，是因为过去有真多台湾的民主前辈、独派的建国前辈，因流血流汗所打拼，走到今仔日，所以咱在这修身。爱向这些前辈，站在咱的头前的这些前辈，替咱来开拓这条用选票就会使来保护台湾的前辈，咱首先在这，甲伊说多谢好无？多谢。但是，咱嘛常常咧讲，伊台湾。咱要安怎来帮助香港人？我刚看到香港一个本土历史的研究者，伊本身是一个医师，伊写一个文章，伊讲：恁台湾人好好啊，把恁的民主顾落来，好好啊，把恁的台湾顾落来，就是对香港上介好的照顾甲帮助。伊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伊这句话的意思是，现主持香港的少年家，因的心中的梦想，因心中因所追求，因的理想，以及因看到为民主自由打拼的身影，是咱台湾过去的历史。所以，甲咱讲，拜托一下，来坚持一下，台湾绝对。袂使选出亲中的政党，甲亲中的候选人，因为咱是伊的信心的来源。所以1月10日，咱其实足简单的，用选票集中伊所有本土派、台派的辛苦顶冠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我跟大家报告，如果
咱明今年一月十一号，就是差不多六天后，咱投票有才调，予咱蔡英文总统大赢300万票，有才调，予咱的国会大派大过半，咱台湾基情开了足水开。入去国会的话，我甲你报告，我甲你报告，习近平伊即将踏到第三块铁板，就是咱台湾即块铁板啊！习近平伊踏到第一块，是即个美中贸易战即块；第二块是香港即块；第三块，如果伊踏到台湾即块，我甲你报告，我甲你报告，习近平。咱这块接下来强化着香港今年9月份、10月份会发挥选举的信心，让因的亲中派大幅度像因的区议会同款全部落选。安尼，中国这个国家，习近平的本人有可能心准备夹起来啦！咱如果有法度用咱的选票来成就第三块铁板，和习近平的心脏病夹起来，我跟你讲，恁对人类的文明是大大的贡献，恁拢是人类文明。你就无啥，因为我讲，我为宣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包括今仔日下晡，搁会调手在讲。甲你笑笑啦！我讲，如果有法度，予人类文明，予习近平心脏病病发，恁拢是啥话？恁拢是人类文明来帮助着中国这来受压迫的人的大敌啦！这是做好代志，这是做善事，所以五天后、六天后，咱这个一月十一号这张票，伊的重要性，恁知影吼？所以我恁讲，伊台湾现主席，咱看到香港的反送中运动，因会使坚持到近七个月，打死无停。因真正是打死无停，你知影无？是因为因有两支队伍，第一支就是因的所谓的合理会，叫做合理杯；第二支就是因的勇武派，因不割席不赌灰。咱等下看台湾的历史，1990年代，李登辉伊曾经想要中国国民党。台本土化，这是台湾第一支本土执政治理的队伍。1990年代有民进党的带领甲冲撞，这是第二支的本土队伍。所以1990年代是台湾历史上民主的进展上界快速的年代。所以你等你看，1992年国会全面改选，1994年台北市、高雄市甲台湾省直选，1996年总统直选。后来成就着李登辉前总统伊的历史地位，叫做民主先生。现主席，台湾民进党伊扮演的角色，就是1990年代李登辉前总统扮演的第一支的本土队伍。但是1990年代民进党所扮演的冲撞啊，甲带领冲撞带领的这个第二支队伍，什么人来扮演？什么人来扮演？基情，你讲是不是？是。你讲是不是？是。基情啊！阿扁啊，阿扁啊，前总统就是因为无第二支队伍，所以阿扁啊，伊的历史定位，伊后来的去予国民党做政治的清算。所以我要甲你讲啥？如果台湾要成就一个健康的民主政体，现主席上欠缺的，不是第三势力，上欠缺的
是台湾第二支本土的队伍啦。嘛是因为这个梦想，嘛是因为希望会使有台湾会使成就第二支本土队伍，所以我个人有真多来追求我个人的政治生涯的机会，但是我一一拢放弃，选择着要从台湾第二支脚，台湾本土坚定抗中的第二支脚。把他打造出来，这个艰苦的工作，所以拜托一个台湾基金，真正是台湾最重要的历史性的一支关键力量，你来成就伊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。咱的拼是为台湾的历史大局，所以2020年的这场。这场的国会的大局是啥？大牌过半的意思是，咱的第二支队伍爱进去啦！因为，现在我看到真侪少年朋友，囡仔兄，你知无？有做阵家长带恁几岁囡仔，四年后。你难得搁要互因讲，爸爸妈妈，王国赶过来啊！台湾现主席面临的，只要中国国民党继续来做台湾上界重要的在野党，只要亲中的政党遐个无能无力，看到中国嘛唔敢表态的政党，是台湾主要的在野党的时阵，无国感，唔是今年一月才了。是每四年拢会出来一摆，咱甲疫情加油好不好？陈义奇，加油！陈义奇，加油！陈义奇，加油！我想那讲的都会忘记。咱够甲疫情加油一下好不好？疫情，加油！疫情，加油！疫情。基金加油！基金加油！基金加油！所以台湾基金，伊是2020年这个国会内底最重要的一个大局，让伊入去，让基金伊台湾红看到，让台湾人民四年后，因袂讲啥，袂讲像高雄2018年所造成的错误。因可能感觉讲啥物，林振东做伤久，因无佮意，想要换人做看卖，结果走去换中国人做看卖，造成高雄的悲剧。这个悲剧袂使再出现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，一道人一道过关了啦。好。好过。好过，大家好，好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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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，恁每是双手，恁每一张选票，拢该全部集中基金。如果民进党的朋友，拜托一下，请因会使的话，先就第二支脚来解决掉未来这种定期改选。定期可能出现的无国感，只有安尼，只有安尼，咱的后一代较唔免，逐年每四年来行遐台湾，隔江就无去。这个问题爱替咱的后一代设想，因为咱后生真无法度啊。因为，一起加油，一起加油啦！因为我讲实在太侪条，我是用生命在讲啦。所以这我只能最后轻轻的鞠躬，会使的话，恁大家站起来，咱站起来好不好？咱坐起站起来，支持加油！我甲恁比，谁得先？得先！感谢！感谢！感谢！
部，也搁会咱的团队。咱和其他政党有一个特别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咱有少年这两字。少年不只是少年的身体，更加有少年的灵魂。予咱的志工干部团队一个破声好吗？好。最后，当然要感谢在座的每一位支持者，因为恁台湾基金站出来了。好。除了部分区的选情真紧张，大家人回去了后要替咱邮票。大家要知影，作为基进党第一个区域的立委，这个政党真正做唔惊死。伊第一个区域的立委，就去争全台湾上艰艰难的选区，台中第二选区啦！要支持吗？要！要支持吗？要！你们支持吗？要！去年选后，咱无放弃，咱脚步无停落来，一天一天，一个人一个人，一支眼皮一支眼皮来讲，讲到僵尸，咱有七千人啊！所以，这个表示咱的声音，不是无法度让人接受，只是咱的风上头无够大。我就讲。基进是主流民意，但非主流势力。今仔日开始，咱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，对不对？对！对不对？对！对不对？对！你这的每一个人，拢有独立自主的思考能力。今仔日不是我拜托恁来，今仔日我嘛无摕钱拜托恁来，今仔日嘛无炒米粉当食，是恁。自己要来，要来拼自己的未来啦！所以，这一年，咱站出来，台湾人站出来，基进党站出来，未来这一礼拜，咱要冲人民讲话啊，对不对？对！冲人民讲话啊，对不对？对！冲自己，对不对？对！前年，2018年选情造势晚会，伫三峰宫，我讲我会当伫舞台顶，我会当伫电视头前，甲全台湾的人讲，韩国瑜好笑这件代志，是因为恁给我勇气。所以迄个时阵，我就讲，我要把勇气给恁。我后来想想唔对，因为每一个相信台湾基进的，每一个拢是陈义慈。每一个拢是单票位啦！今仔日来游泳结束了后，等伊游票，等台湾游票，等艰难的选举游票，等台湾基金游票，好无？好！来拼党团无？来！来拼党团无？来！来拼一个党团，台湾本土的少年党团无？来！来游票！来！来游票！还有票吗？在台湾，在台湾民主的政坛内底，咱有其他的小党，有其他的无党的市长，不管过去发生什么代志，迄个时阵，咱选择相信第三势力。但是台湾基进希望会当扮演一个本土坚定的第三势力。我认为要配票唔配票。那是你的自由，有的时候我拿枪压你的头，你也不一定会转给别的政党。但是如果你曾经投资第三势力，现在后悔了，我要拜托各位将票转来台湾基进，好吗？好。Thank you。咱不只是要为高雄发声出去全国，这一阵嘛由全国的台湾基进甲民进党合作，要来挑战台中第二选区。今仔日回去了后，
替你喜欢的立委候选人邮票，替台湾基情邮政党票，手机拿出来，熟悉无熟悉，吼，捌坐坐你买车，坐你买保险，你拢敲转去家邮票，好吗？好。大家电话拢甲敲好吗？好。因为你若唔敲哦，今仔日足侪人接到韩国语的电话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若唔敲，就是叫我砍你。所以拿回去了，敲电话好吗？好。手机啊，信息拿出来传好吗？好。网络的社群媒体拢给发送好吗？好。这一年来，台湾基情的影片，台湾基情的相片，台湾基情的故事，该发扬全台湾啦！台湾阿爷，台湾基情阿爷，当天为阿爷。感谢，感谢各位，感谢台湾基情，感谢陈